不知道为什么，毕竟总有一种元神想要留住我的感觉。就比如说这个拍照活动，滤镜都是事先给你调好的，随手一拍就是美美出片，毫不费力就能变成原设大楼。后面我还发现每个国家的合影角色都是你在这个国家最先遇到的那一位，当时我就感叹，哎，老米这必受高人指点了，他是打感情拍了。但不得不说，这一路拍下来还是有些感慨。就像派蒙说的，我们不知不觉就已经走完五个国家了，当初觉得至东还遥不可及，结果一眨眼至东就是明年就要揭晓的故事了，有一种什么都经历了又什么都没留住的感觉，就和这次拍照活动一样，时间也是刚刚好，明天就要结束。你还没听懂我想表达的意思吗？我是说，你的国庆假又结束了。